咱们出去吃吗？不出去了，就在这里吧，因为这里感觉有气氛一点。嗯。喂，你好，这边是姐姐妹妹的武馆，然后想订一下。哦，你好，想要什么菜式？我们要三份红烧猪蹄，然后还有鸡翅吧？鸡翅是吗？我听到。对对对，鸡翅有你看吗？对，可以可以。红烧猪蹄加上红烧鸡翅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以放一盘。哎，不要放一盘嘛，那不要放，多一盘好一点。对，多一盘呀，对。来可乐鸡翅吧。不就好。我们有什么菜类、素菜类的？哦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个蚕蛹蔬菜沙拉。蚕蛹啊，这会不会不太敢吃蚕蛹？我不敢，你们吃呗，我不敢。可以，我是可以。OK， 你吃哈。烤鸭要吗？烤鸭，20多个人。哇，那我估计得6只吧，烤鸭来个。咱们这价钱是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278一只。多少钱一只？278。6只261200啊？哇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没有，我835，给你6只。500块。就139块一只。就是因为今天其实我们那个永春的交流会，所以我们才会请吃饭的、哦、我们也有自己的困难，能不能一只能够100块这样子啊？我每个菜现在都给你按照会员价来算。那帅哥，一个红烧腿就是猪腿多少钱？上次我就给你107块钱。那就100吧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啦。谢谢啦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我再给你算总价，100，100，100，好，谢谢。然后呢，那个鸡翅，14块钱一份，就是42，40吧。我已经都给你们打对折了，没关系的，40吧。这样，你看啊，到时候你联系我们，我们把菜拿过来，我送你2张德云社的票，好不好？哇！哇，赞了很多啊你！那个，哇，好幸福啊！相信我，我会给你再打点折的。哎，所以对，所以啊，所以哎，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了。来，你们也辛苦了，也不容易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。然后那个后面一半我就送给你了。好。送给我们，我们要25碗，25碗。哦，好。吃饱他了。拿加起来就是900块，所有饭，所有东西。对，没，1445对吗？哇，你这就有啦！非常非常便宜，对一下了。哎，行吧，好吧，那好吧。